大家好，我是足球小馆长。今晚分析英锦标赛，唐卡斯特对战林肯城。唐卡斯特本赛季开局三场不胜，不过近期球队没有比赛任务，体能方面占据优势，球队打法无明显变化。客队林肯城上赛季夺得英锦标赛冠军，球队主要以进攻为主，攻防两端表现都非常出色，球员磨合早已形成默契。本场比赛以主让平手开出，后市水位上调，看来平台也偏向客队。再结合两队近期状态，馆长个人倾向林肯城保持不败，本场推荐林肯城加零。公推时间较早，数据难免发生变化，想要获取更多文单推荐，可添加馆长私人微信 life 176666。